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米莉姐姐来喽！嗨，我是子豪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变形 PK 赛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对不对？对。它呢，一共是有两种主要的颜色组成，请问是什么颜色？红色和蓝色。哇哦，不错不错。那我们每一个人要选一种代表自己的颜色，你要选哪个？红色。哦，那我就选蓝色咯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把它拆开吧。动手咯，三二一。呀呀五。好，我们都按照颜色把零件拆好了。我这儿有腿、两只手臂，还有头。我这里有一个身体和翅膀。哦，那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开始让它们变成什么模式？列车模式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预备备，开始。哦，我在收腿啦，你呢？呀！啊！哦，好了。啊！这么快吗？那你等等我，我把它拼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呀！哦，你也太快了吧！我的也好了，朋友们，你们快看。好啦，好，我们每一个人给自己的列车起一个名字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的叫毕甲号。我的叫燕凤号。哇，你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耶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不要让他们从列车变成零售专卖呢？要。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要开始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哇，你为什么那么快啊？感觉哟，我把我的腿放出来。呀，哦，他还剩最后一步了。啊，我这里卡不上，我需要帮助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可以。哇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哇，好酷！还有还有，等我一下哦。尖尖，这里还有一个头。好喽，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样子吧。最后一步，燕凤和毕甲要合体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哇哦，聪明的变形来着。三二一，嘿，耶！呀，哦，一边开了，另外一边，哦，可以了。你选哪一边？你选这个，那我来选这个喽。嘿，哦，我这一部分好像是手臂，你看这里有手。你那是什么？好，腿。你那是腿。哦，我的一只手臂好了。好喽，我的两个手臂可以了哟。呀，好喽，那我们现在装上了哟。燕凤上来吧。OK。哦，好了哟，现在我要按手臂了，你帮我那一边。左边手臂按好喽。右边也按好了。这里是什么？头。哦，装上头吧。哦，成功！这里是什么呢？肩。哦，也给它装上。好了。哇，朋友们，快看我们的合体金刚！好，我想要给我们合体的这一个金刚取一个名字，你有好的想法吗？这个有红色和蓝色，红色。代表热，热，蓝色代表浪，浪，热和浪，不如我
们就叫热浪战机王，怎么样？热浪战机王，好。好了，那你喜欢热浪战机王吗？喜欢。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千万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。